咱就爱卖这一大把是芹菜，咱我这卖芹菜也摘摘，咱做大美食。丢到水里头烫烫。这多烫两遍，给它烫干净。这烫好的芹菜叶，再给它切碎点。给这芹菜叶搓到和面盆。这里边加点油，防止吃水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加点盐，加点十三香，再给它搅拌均匀。加一勺面粉，再加上玉米面，用手给它抓拌均匀。给它抓到容器上。凉水上锅蒸，蒸15分钟啊，蒸熟。芹菜都蒸好了。给它盛出来，你看扑簌簌的多好。这蒸芹菜都做好了，放点香油，放点辣椒油，吃不刚好吃。